阿浩抽到了四辣椒粉。辣啊！快点去厨房，快点去厨房。大口一点啊！希望我等一下再抽。Dami， 戴安娜，我是浩浩。什么？我是悠悠妈。中秋节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来玩中秋节大富翁。第一位选手，不要五都行，我不想要第一个体验嫦娥奔月。不要五都行。浩浩抽到了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机会。机会呢是我们的中秋礼金，这边有非常多包，一到200块到1000块，看你可以中到多少钱。一定是这个，我看了。好，抽500块，是吗？还有吗？600块，哇，好快！我现在就抽到600块的礼金了。下一位选手，妹妹开始。一或六，哇，一牛排饭，摆着就可以了。妈妈好了吧？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吃牛排喽。好嫩哦。第三个换姐姐。二，命运呢，就是要挑一个酱料，醋，它的猪肉片要沾醋吃。对，那现在先烤猪肉片，等一下要蒸这个。姐姐的这一碗是醋，所以她等一下煎好直接放进去沾来吃。那什么？对。这样蛮好吃的，不会又太酸。Yummy 猪肉片加醋结束，竟然是好吃的耶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换下一个人，一样那么恐怖的。胖胖第四位，不要二，四，1、2、3、4，机会，机会就是中秋礼金，来，第一个好，好。打开看看是多少？500、600、700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总共有700块。胖胖获得了700块的中秋礼金。这次的奖金怎么被男生先抽走？来换下一位。胖胖抽到了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机会。再增加多少中秋礼金呢？我又闻到1000元的气息，然后这摸起来特别薄，就是1000元。200块也不错了啦。往前甩，我希望只要不是我前面的一就好。加油！一，请走一步，命运。妈妈呀，有蛮多的哦。听说还有青椒呢，来，请选择。好，打开看看。辣椒粉，辣椒粉，猪肉片沾辣椒粉，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吧。妈妈，你不要撒太多哟。好。哎呦妈妈！啊？如何？还行，妈妈，对，帅，还行，妈妈帅，帅，快点，你的水壶呢？快点去厨房，快点去厨房。呛到喉咙了，不行，真的好辣。他用的是 RO 的水在洗哦。3、1、2、3，一起吃香肠。我们两个人呢，现在香肠大餐。
好香的香肠味哦。哎呀哎呀，二三四五，偷偷一个，命运，我抽到了命运。这边有好多个哦，剩下六样，你要哪一个呢？我记得我去年好像也抽到同样的东西。青葱猪肉片包青葱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、我去年抽到一样的东西，中秋节。我不想要吃青葱。大口一点啊！希望我等下抽到。哇！我要尝试让那个葱跟肉分离。尝试让葱和肉分离。对。加油！我也去香肠派对玩一下。好。香肠派对吗？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开始吧。好 Q 啊，很嫩吧。两个，一、二，前进一格，前进一格是猪排，好吃的又来了。好喝。会甩到几号呢？会不会甩个四号呢？月饼？我觉得一、二、三、四都可以，五也不错啊。一鸡块，甜甜的又会，宝宝很开心，我有得吃又有拿，我现在要来抽钱喽，会抽到多少呢？这边还有六包、五包，我要抽第一个吗？好，来看看多少呢？哇，一千块，宝宝抽到一千块，恭喜你，浩浩，你现在是最快的一个哎。好，这次会抽到什么呢？我要1456，3，1，2，3，机会！我们今天的那个红包好像都被男生抽光光嘞，看看有多少呢？500、600、700、900，900块！浩浩也1000多块了耶，1700块。香肠派对要到月饼。好，来三，两步，二，前进一格，猪排，来，请吃。好久没吃了，好想吃。二三都不要，好，走，走了，五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险！机会！哎呦，一二三四，这是多少啊？800！好多哦，不错哦。我来换下一个人。不要五！哇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最后一个，命运！我最不想要，最不想要的，你最不想要什么？吃到什么东西？芥末。芥末，这边有五个，抽一个吧。这个，柠檬，来先去烤一片肉片吧。还可以，不错。柠檬片，来两个夹着一起吃。二一，请享用，一起咬啊。好快啊！复活复活，超帅！快快快快快！好，浩浩，从机会开始。五六，那我不要六，我也不要五，我不要一，也不要六，加油！一不要六，写在这里，很极端，很极端。六，谢谢。二，一，二，鸡肉。我鸡肉可以吃了。好大片。有一点焦黄色，鸡在哪？鸡在哪？被拖了，加油！
五步，请往前走。三、四、五，终于可以抽钱啦！啊，三百。300块，好，请前进。三也是可以的。三，五个乌鸦嘴。一、二、三，前进两个。一、二，加子，我又变成第一名了。这是蓝钻虾哦。蓝钻的虾虾。对，它颜色比较深一点。听说这种虾比较好吃。还蛮香的这个虾子，胖胖，命运会抽到几呢？怎么感觉都可以啊？二，两个，一二，来，这个是炒冰的工具，然后你只要把烤肉酱淋上去就可以了。不平就。口感怎么样？烤肉酱味超重的。一二三五六，不要柚子都行。啊？二一一二二命运命运，青椒，请切烤肉片。有不好的预感。味道好重哦！味道很重吗？对，五步就是虾子哦。五，请前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虾子。我抽到的是虾子，闻闻的好好吃的虾子，挺好吃的。嗯，好，走起。二，请走。一、二，退三步。一、二、三，命运。这个吧，好，看看这是什么呢？洋葱粒。不怕洋葱啊！我们特地帮你选了国外进口的洋葱宝宝。我试试。好酸哦！原来洋葱宝宝是酸的、啊。这一集是 Pola 姐姐在搞我们吗？幺五幺五四四，哎，可以，一二三四，前进两个，一二，虾子，来，我们来虾虾派对。超嫩的，而且那个煮的那个烤刚刚好。我一四五六，好，五，请前进，一二三四五，命运，谢谢谢谢，连续两个命运，谢谢谢谢，所以两个二选一，你要，没关系，我不怕芥末，好，所以这个表示芥末，打开看看是什么，芥末，哦。行，这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基本上烤肉酱味道就占了大部分。三个是羊排，来个两个，三个羊排，一二三，羊排，三块。可以写好说话。好笑。它的筋比较多，它好 Q。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前进三个，一二三，抢先过关！再见了各位，获胜了，获胜了，好开心哦！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命运，刚好是最后一个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胖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来，大蒜。来，通常吃这个呢，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
根部的这里。好，然后再加一点点叶子。OK， 好，来喂你吃啊，大口点哦，可以吗？胖胖都很细心的在品尝味道，口感怎么样？加了大蒜，完全没味道，只有烤，我不想喝一下。吃个蛤蜊吗？四步，一二三四，回到了终点，恭喜你完成了大波。刚刚好三步，一二三，蛤蜊。打开你的翅膀，各位，我打开，就是那只。好多水哦，真的有海鲜的味道。再来一个，这下没什么人跟我抢，大家都走完了。命运，直接到终点了。直接到终点吗？不会到。一格。前进三格，一二三，回到了终点，还有一个红包哦，刚好还剩下一个红包哦，那我帮你拿，嘿咻，六格，一二回去啦。好，这是中秋大波，你们拿到了多少中秋礼金呢？拿到1700，浩浩拿到3包1700，Anna 拿到了300块，胖胖呢1700，2包1700，亚米呢800，所以这次拿到最多的钱，居然是男生呢。所以我们男生赢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希望这次大家中秋节可以拿到想要的东西哦。你们拿到的钱想要做什么用？我想要买乐高。乐高，你呢？我要买零食。零食。好 ，A 呢？我要买暴走鞋。暴走鞋。暴走。浩浩呢？我觉得买烤肉片好。烤肉片，继续吃烤肉。继续吃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秋大波中。